八个字。他把自己演笑了，真的瞬间演了四个字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腾哥在0.5秒演四个字啊。鸡犬不宁。八个字。鸡犬，对了啊，鸡犬啊，第三个字。嗯，鸡犬升天。前面还有四个字啊，什么鸡犬升天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，一心先说出正确答案。哎呀，真不容易，这八个字，哇天哪，四个字啊。这次我们演的是一个情境，情境啊。这我现在给我拉回来呀、给我拉回来呀，哥！到嘴的鸭子飞了。所以贾玲演的是鸭子是吧？飞不起来了。笨鸟先飞。叉。叉翅难飞。正确。这个算谁的？异口同声。挺好挺好，你们四个一边笨。四个字啊，我演前俩，你演后俩。好，你好。你这演法一辈子猜不出来。牛郎与织女。凤凰传奇。凤凰传奇是一个动作。动作那个什么箭，御箭飞行。正确。是吗？对了那御剑是什么呀？我演的是御君剑。老祖宗留下一句。